Hello， 这是什么颜色呀？是第一个人来吗？好孤独，好孤独啊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的另外一个队友是三妮，但是今天他有一个情况，所以还是来不了啊。好孤独。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啊，你们先来。我们是 。连起来就是48。我们是。我们是火箭少女101的。宋美琪。宋美琪。付晶。哇。哇。哇。叫我毛毛就可以了。毛毛好，好，毛毛好，叫我发卡就可以了。发卡就是头上的发卡吗？对，发卡。你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杨超越。你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彩虹徐梦洁。好，我们来随便坐，别客气。哎呦，这边的成员加入是分男女吗？有男生吗？会有男生进来啊？有啊，那我们要矜持一点。此刻的我只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，这不简单，你到后面去。哇，好地方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。在跟我玩躲猫猫的游戏吗？Hello， 这是粉红之家吗？它有这么难听的名字吗？是这个房间没错。哦，好。但是这屋现在只有我一个人。是彩虹吗？是啊。不是，我没戴眼镜，不好意思啊。冲开！啊，是吗？不是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冲开！啊？你叫我？没有。不是，是徐梦姐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屋就你自己一个人吗？对，那肯定不可能的呀。啊，不是，不好意思。走开。啊？你们俩是这屋的对吗？他不是，我是。我第一次进房间的时候，他故意藏起来，然后我又没找他，就很尴尬。姐姐，你俩累了吗？我觉得邱望凯有点耳背。近视，我都这样了，他都看不见我，我都听到他声音就知道是邱红凯。哎，果然啊，直男。我好无聊。哎，阿妈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黑龙江的吗？我是沈阳，哈尔滨，对，老乡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地方。对，你也是？我是黑龙江人。啊，那我们三个才是老乡。对啊，都是东北的。我说一会儿坐义乌东北，我还以为就是这种都是重量型、力量型的，然后就在这儿。就是因为颜色比较深。节目组还是有套路的，所以说。怪不得一会儿再进来的，咱们就可以用家乡话说。干啥呀？我们俩应该在这边吧？是的，估计是在那一边，估计在那边。我们往这边走。你觉得？开吗？我觉得好紧张。反正就是这两边。那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应该是就搞笑艺人，就搞笑组。哦，是搞笑，就是来说相声的。嗯。可能录完今天之后，晚上回去我们东北话都又升了一个段位。对。哎，我们都是东北人吗？是，我们都是东北人。这么快的就能来这么多人？有水吗？来，我们先干一杯吧。我们这个北方人，这个为北方人干杯。来，我们北方人都比较豪爽。来，一会儿来再干一杯。对，一会儿来。耶耶耶！来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Cool。我们是一个 team。东北人的 team， 北方人的 team， 那是团队赛吧？不会吧？
对，有可能。现在不就是已经开始分组了吗？对。所以你想报什么项目？我报那个铅球。铅球吗？这种项目只有我们东北的女生才敢报。对，就是因为我真的我跑不快，跳不高，但我就是力量强。东北女孩可能爆发力都比较强。你想干啥？你想干啥呀？这已经算分队了吗？紫色我们一块的，走啊走啊，这已经算分队了吗？我觉得不一定吧。哎，怎么还有蓝色的？你们有猜出这个是按什么规律来分的吗？就是按颜色。他就是说这个颜色为什么会这么招分？如果是这个颜色，我觉得是颜值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房间真的是颜值最高的。说的特别对。现在这个氛围很像一零一，对，只不过身后坐了一帮大老爷们，很奇怪。你们好。哎，这位，哎，不是。Oh my god！ 他就是运动员是吗？现在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我觉得我们赢了。谁是运动员？曾经。欢迎。我们就有锦鲤啊，拜一拜年。我们先拜了再说，就赢了。我们这边有实力，有运气。坐 ，OK 了，坐。完美。天哪，运气、实力、颜值都有 ，OK 了。所以我们分组就是拿到什么颜色就分到哪个组。是，对，看命了是吧？命运的安排让我们走到了一块。是，对。因为我们是一。相亲相爱可以嫁人。那我们来段。来什么、OK， 来到 rap， 尴尬担当。杨老师先开个场。哎，我站在跑车里，想要一辆快乐的，想要钱。燃烧我的卡路里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谁呀、啊？哎，这个，怎么坐下去？你看到这个怎么眼神有点闪烁？看到你是董力是吗？对，你好。大家都好客气啊，有点像是吗？可能是因为单眼皮吧。啊、真的是，哇，您会感觉好年轻啊！没有，我只是突然看到了国家级运动员，你们都要报击剑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有什么可比性呢？专业和业余是很差很多了。哎，那不一定啊。比较感兴趣的，希望有的。哎、啊，那个电子竞技，电子竞技，我投电子竞技一票，加入电子竞技这个项目，那里可以玩游戏。那个那里玩游戏了吗？我先品头去看。这是什么？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哪来的吗？买的。京东爸爸的。真的，你看这个操作无比流畅。